二位师弟，果真要出山吗？哼，大师兄，你也学会打埋伏了你。哼，大师兄，你既然知道了，又何必问呢？我既然知道，就不能不问。大师兄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你还是让开吧。你们谁想下山，就必须先把我打倒。大师兄，你还是让开吧。出手吧，不把我打倒。 你们谁也别想出去！大师兄，你当真不让开？反正你们不能出去。 大师兄。 我们俩加一块儿，肯定打赢你。阿弥陀佛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给我放开！把我放开！松开我！大师兄，得罪了。大师兄，我们也是被你逼的。 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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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慧空，快过来帮我把绳子解开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他们呢？他们不听师傅的话，他们会吃亏的。阿弥陀佛，他们要是带我去了。 我还能帮上大忙呢！快点解啊！哦，哎哎，看，就是在这里。我看见慧努师兄被装在囚车里拉进去了。梅兄弟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哎，我当然看清楚了。三师兄我还能认错吗？哎，还有那个孙霸。 我们打了半夜，我还能认错他？没想到洛阳王高齐和孙霸是一伙的。如果孙霸进了洛阳王府，恐怕事情就复杂了。我想这群官兵有来头，没想到他们与洛阳王府有勾结。三师兄被抓了去，恐怕会凶多吉少。哎，得想办法把慧努救出来，只有救出慧努。 真相才能大白。哎，王府离戒备森严，不可以以卵击石。再说，王爷和师傅又是故交，万一闹出什么乱子来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要救出慧奴，只能这么办了。哎，梅兄弟啊，我们就此别过。你们不带我去啊？你们会遇上麻烦的。我们的行动是有危险的。 你犯不着跟我们去，你回去过日子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可我该去哪里啊？我没有爹，也没有娘，没有兄弟姐妹，一个人在江湖上飘荡。你们不带我去，我迟早也会被饿死，或者被官兵杀死，再或者是被恶狗咬死。早晚是一死。 那时，只怕我们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二师兄，带上他吧。这么高。
你们能进得去吗？真厉害！哎，一个什么？哎，一个仙女啊！啊！哪有仙女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夫人，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听说你带了不少美女回来。哎呀，想必个个都是年轻漂亮吧？夫人呐，说实在的，小的也不愿意去啊。所以我说你够辛苦的嘛，竟干些自己不喜欢干的事。夫人见谅。那些女子虽然年轻，可哪有夫人你这么有风韵呢？我看她们就算都加起来也不及夫人一分呢。也就你嘴好使。好，我倒要去看看，看看她们都是什么样子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哎呀，您要是闷得慌的话，我再陪您聊聊天嘛。要是让王爷知道了，有你好受的。哼，哎，谁愿意搭理你这半老徐娘，逢场作戏？哼，懂不懂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您看这回可以了吧？重补。老爷，您为什么非要穿这么破破烂烂的衣裳啊？
爷，夜深了，老爷该休息了。怎么了，老爷？老爷，你没事吧，老爷？啊，去去去去！哎，孙霸，王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看见有人吗？人？对呀，人呢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我把这么大王府交给你，有刺客你都看不见？看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在哪儿？在。哎呀，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，快去保护王爷！来人了，有刺客呀！来人呐！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在哪儿？王爷，小的来。当然。是你啊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刚才在树上看了看，里面戒备森严，不知道二师兄怎么样了。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吧，就你一个和尚也打不过那么多人。再说了，你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也没有那么大本事救你啊。也许二师兄在里面找到了三师兄的下落，可是官兵太多，他出不来。一会儿天亮了，咱们俩站在这里，要是被人看见了，恐怕会引起怀疑吧。小和尚，赶紧再想个办法。为什么现在才到？我总有些事情要处理完吧。你知道我找你来干什么？我都知道了。那些和尚们果然找上门来了。他们不仅进了洛阳城，昨天晚上已经进了王爷府。你要在这王爷府里面一个的找到他们，一个一个把他们杀掉。王爷府内杀掉他们？如果王爷知道了，哼，你放心，一切我来解决。在这里，我有的是办法，因为这是我的地盘。老乡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？我们去洛阳府，那里每天早晚赊粥，去晚了就没有了。赊粥？是啊，要不是他们赊粥，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别急，别急，哎，别急啊，都有，都有啊，排好了，排好了啊，哎，别急，排着来啊，好，你。
哎，别急啊，都有。好，别急，别急。哎，您。哎，这个洛阳王，一面去抓美女，一面竟然赊粥。哎，他这良心倒也不坏啊。哎，你说呢？咱们忙了一夜了，你也饿了吧？我去给你端碗粥去，啊，等着我。哎，哎，这儿，来，来，哎，再来点，再来点。哎，来来，喝，喝吧。我不喝，你喝吧。哎呀，你喝吧。啊不，哎，喝吧喝吧，我专为你盛的，啊，喝吧。你喝吧。那我喝了啊。赊粥。哎，姑娘，我叫梅梅。哎，你先喝，你先喝，你先喝。喝喝喝喝。哎，看见没有？哎，漂不漂亮？哎，漂不漂亮？哎呀，她要是能当我媳妇儿，我这辈子就知足了。他是谁啊？这就是王爷，你们每天喝的粥都是王爷施舍的。请起，请起，请起，你们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！请起，请起。哎呦，老人家，你看，你衣服都破了。来，你看，你衣服怎么破成这样了？来，这件衣服送给你吧。王爷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呀！来吧，这是王爷的恩典，你还啰嗦什么呀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穿上。来，穿上。他会是王爷？穿得这么破，他怎么能是王爷呢？好王爷，好王爷，谢谢王爷，好王爷。本王不耕不作，却锦衣玉食，内心常怀不安呐。来，谢谢王爷，哎，谢谢，谢谢王爷，来一碗，来一点，快来！哎，大米，真是大米熬的，真是大米熬的，真香！哎，这是谁弄的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干什么？哦，没事，没事。那位姑娘呢？那位天仙一般的姑娘哪儿去了？哎，
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了。百姓饿的连野菜都吃不上，可王爷家里赊粥赊的都是陈米，米多的能把老鼠给撑死。哎，小师傅，我看那洛阳王慈眉善目的，挺不错的。咱们不如向他讨回那小师傅。王爷慈眉善目，可手下那些仆人却凶恶强霸，要我看有恶仆必有恶主。我明白了，你那个二师兄啊，肯定是看见人家好不肯出来了。你别给我胡说啊。哎，我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你看洛阳王家过得不比寺庙里好多了。这洛阳王晚上什么时辰赊粥啊？我又饿了。我看你啊，你不是饿的，你是馋的。那不一样吗？把这个端过去。哎，好。磨磨蹭蹭的，王爷回府随时就要传膳，耽误了小心你们的脑袋。快点快点快啊。皇上们好了没有？马上好，马上好。试过斗了没有？还没有。要用银筷，还要清口肠。是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说什么你不知道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肯定有人混进来没看住。
我，别动啊！怎么样，我救你一命吧？是我救你一命吧？哎，你这人真不讲道理，明明是我救你一命，要不是我用棍子插门把你救出来，你现在还在门那儿挂着呢。你懂不懂道理啊？啊，你上王府里偷吃的，要不是我进去救你，你早挺尸了。我不是去偷，我是去讨。偷和讨不一样的，讨光明正大，偷鼠辈之能。再说我不是进去听你打探消息的吗？好好好，打听到师兄消息没？没有，我刚拿到吃的就被他们发现了。只要我弄断你这只胳膊，你就算是废了。孙霸要的正是这个结果。是你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你救过我，我不想欠你的人情。你进这王府里来，不仅仅是为了救我吧？没错，只是撞上了。你快走吧。慢。你要干什么？谢谢你救我。不用，因为你也救过我。把东西还我。什么东西？你从少林寺里偷的拳谱。你们的拳谱放着不练，我借来用用，有何不可？哎，你看，这么多吃的，我请你吃饭。哎，走。
来来来，来呀，来，哎，去，把尸体拖出去处理了。记住，千万不能让王爷知道了。那是少林寺的秘籍，没有方丈的同意，谁也不能放开。我用完就还你。不行，现在就还我。现在我还没有用完。姑娘，别逼我动手去抢。你敢？我说过用完就还给你，你快走吧，再闹下去我们两个都是死。嗯，好吃。哎，快吃吧，这是王府里给洛阳王做的好东西。你看这是什么呀？那是燕窝、熊掌还有猪茸。哟呵，你一个和尚也知道燕窝？我还以为你只知道小米僧粥呢。哎，燕窝可是好东西。哎，来，你一半我一半。你全吃吧，我不吃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和尚，和尚吃素，这么多好东西你也吃不了，我替你吃了啊。嗯，这什么东西啊，怎么这么苦啊，你是不是骗我？我可以练这个功法吗？少林功法重在健身，如果有心存邪念的人练了，只会带来灾祸。大师说的对。梅兄弟，今天晚上我进王府找师兄，如果我两天没出来，你就到少林寺把这边情况告诉我师父。你就那么信任我？这一点呢，我是很信任你的。你是一好人。老爷，时辰到了，该休息了。快快快，伺候老爷入寝老兄啊，没想到你现在的手艺竟然这么差，一出手就被人打败了。八爷不该这么说话。为何？八爷也是和尚的手下败将。
如果霸爷觉得有能力对付这几个和尚，怎么会把我请来？说的没错。我不明白王爷为什么要处处护着他们。如果不是王爷护着，那天我就平了少林寺，让他们血流成河。这口气我咽不下去，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干掉。他们不简单。要是他们简单的话，我找你来干什么？你不是说在王府里可能藏着两个和尚吗？肯定是。当时另一个人就是从背后袭击我的。召集所有卫兵，搜遍每一个角落。你不怕惊动王爷？哼，又是王爷。要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就好了。和尚，起来，吃吧，吃完了，爸也好送你上路。我是和尚，不吃这东西。这是断头酒，最后一顿饭，你还讲究个啥？怎么，要不要我们喂你吃啊？你要敢让我吃，我把舌头咬断。好，有种，可惜就是死得早了一点，太亏了。第一队埋伏在大门口，第二队埋伏在大院后墙，第三队埋伏在离刑场30步外的假山后面，第四队藏在刑场边上的屋子里。一旦那几个和尚出现，共同出击，不用活捉，全部杀掉。明白。快点快点，把地放好。好，加强。快快快，这就是你的看家本领。我已经用剧毒狼花喂了整整一天，狼花的毒已侵入整个刀锋里面。看你。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金蝉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千年的无私神秘的地方，嵩山相望，无数的故乡。
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青山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。